串。啊，其实当然，如果你要简化了，其实用这个公式也 OK 啦。其实这两个其实结果好像一样啊。那最后我是希望哦看到一个结果啦，比如说我希望分析到底哪一个年次的最多。那其实哦，当然呢，如果只是要给老板看的话，他说哦，你干脆给我一个图就好了。有没有一看这个图清楚吧？哦，70年次的这么多，60年次这么多。啊，甚至可以看一下哦，大概50几个，他其实只要知道大概就可以了。啊，将来开会的时候知道，你看我们会员哪个地方最多，OK 哈、哦。啊，如果你要 push 的话，你就是去推70，所以你看一下潜在会员里面有没有70年次，都会先找出来，哦，然后再看哪些条件，哎，可能是你可以排一些顺序嘛，优先要找的人就是这一些，所以你假设是客群很明确的话，那我想你行销哈、哦、就比较不会乱枪打鸟。OK，所以其实这还蛮重要，常会需要做分析。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表格，哦，看出来有没有？总共100个人，其中呢70年次的是57个，60是41，5年级才2个，啊，更不要说其他年次了。OK 哈、哦，所以假设你要行销，那、啊、怎么做哈、哦？首先第一个，把刚刚这个做出来，第一步哦。第二步的话呢，接下来哦，你们可能要用一个功能叫做枢纽分析表。不过，请各位注意一下哦，如果你用枢纽分析表的话，要注意几件事情。因为枢纽分析表啊，你必须要给它一个是正规的一个资料表。那什么叫正规哈？就是说呢，你的资料列哈，那个栏位呢，记得要放在第一列哦，你不要放在像我们上面有多两列哦，这两列是不合规则的，所以请你把这两列删掉。那如果你不删掉的话，哦，他会把它当成是资料一部分，那就错了。OK，所以第一步，请你先把上面两列先按删除，哦，记得要选两列，然后删除，哦。好，那第二步的话，游标放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任何一个储存格都可以，然后插入里面找到枢纽分析表。OK，可能找一下这个功能，枢纽分析表非常非常好用，将来你要统计分析，靠它一下就 OK 了。那怎么做呢？当然，他问你第一个问题，哎，是不是这个范围？哦，是，按确定就可以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他问你说，哎，那你要统计什么？很简单，请你看到右边就是哪一个栏位，那我要统计的就是哪个年次，哎，哪个年次哦，所以你请你把年次拖拉到列，意思就是说我要统计这些人哦的年次哦，我从58一直统计到79吧，OK，然后呢，再来统计他们的数量，那数量怎么做？再来把年次拖到值，所以其实啊，等于是说哦，把这个拖拉到这边，这个拖拉这，那我们要算什么呢？算他到底，哎，年次的人有几个？可是你会发现哦，因为年次里面是数字啦，如果是数字，它预设是加总，而不是算几个。所以怎么改呢？哦，其实改很简单，你就是把这个值的这边有个小箭头，点一下，值的栏位设定哦，把原来的加总改成计数。计数是什么呢？哎，帮我算一下哦，反正几个人，而不是50年次，哎的那个数字加总哦，不是哦，我要算几个人。所以你如果把它改成计数的话，那你可以看到哦，58一个人，然后哎比较多的应该是69、10个人。其次好像就是最多好像就是71年次的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样子的话呢，马上就可以把原来的数字什么加总变成计数哦，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，从这边改哦。所以，哎，插入枢纽分析表，然后呢把这个拖拉到这边，这个拖拉到这边，好，然后这个按一下改成计数，这样就 OK 了。但是呢，哈，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出哪个年次最多，但是哈。好像没有办法看出到底哪一个年次最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基本上个别的啦，哦，所以你可以，当然你可以看出哪个年次最多，应该是71的最多，OK。可是这不是我们要的，我们是希望怎么样？把50到59当一个群组，有没有？然后60到69一个群组，70到79，所以哦，再来需要做什么？就是群组。OK，group，那怎么 group 哦？特别注意哦，第一个啦，我刚刚讲过，你一定要是数字才能群组，因为如果你是文字哦，他就看不懂，他就以为他是怎么样，他就不把它当数字，所以他没办法群组哦。OK，这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群组怎么群组哦？很简单，
你把游标放在年次下一个，就 A5 这个储存格，按右键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应该会看到有一个功能，叫什么呢？叫组成群组，有没有？就这个功能。好，所以在这边按右键，组成群组，然后呢，直接把它点下去，按右键，好，去组成群组。他会问你说，哎，那你要从哪一个年次开始啊？哦，从50年次，因为50到59嘛，所以50开始，然后一直到79，哦，结束是79。OK， 哦，然后呢，中间间隔多少？50到59应该10嘛，哈、哦，60到69也是10，所以这边间隔10就可以。所以从50到79，好、哦，总共有好像三个，然后其中间隔值为10，好，按确定就可以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他马上就帮我把每个年次的人哦，全部就是我指那个范围，把它加总在一起了哦，所以看得出来哦，5年级2个，6年级41个，7年级57个，哎，那这样其实，那你说老师这个毕竟数字啊，如果想要更直觉一点，那就看什么？看图，所以现在图像化很需求蛮大的，所以其实现在你说老师他现在职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？就是要做这些事啦，很快可以帮公司做统计分析嘛。因为你说电商，你要知道哪些东西大家需要嘛。OK， 那最后的话怎么画图？很简单哦，请各位呢哈，把这个地方找到有没有？它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叫枢纽分析图，有没有？枢纽分析图啦，做好这个之后，那变图很简单。那我们其实很简，只是想要量化它，所以按枢纽分析图。然后找预设这个就好了，直条图了，所以按确定就好了，图就出现了。OK， 那这样就完成了，有没有？你说很困难吗？其实我觉得如果要做统计，真的哦啊，很多电商的资料哦，就可以用这个方式，可以把它做出结果来啊。最后，也许哈、哦，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新工作表二嘛，所以你把它点两下。改成叫枢纽分析哈，也许这边哈你就打个名称哈，也许把它改成叫枢纽分析好了 ，OK 哈，好，那所以这个移过来好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基本上哈我们的练习作业哈就会有三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 REPT 加 LEN， 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是 test， 啊，第三个的话就是在这个 test 里面加上年次的公式。然后并且利用什么呢？刚刚这个资料记得哦，先删掉上面两列哦，一定要正规化，一定要把列放在第一列哦，然后再插入枢纽分析表 ，OK， 那就把刚刚的动作哦分别完成哦 ，OK 哈、哦，那完成之后就存档，就是今天要缴交的作业了 ，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所以今天的话呢，总共有三个重点哦。第一个就是 REPT 加 LEN 啊，综合练习；第二个就是 test， 第三个就是枢纽分析。OK， 那枢纽分析包含枢纽分析表，就是一个表格，跟一个枢纽分析图，一个图形。哦，啊，所以理论上啦，如果你在职场上面哦，如果假设能够把很多东西都分析，你就知道哦。原来我们家公司我们家的产品、哦、哪些项目、哦、原来最卖最多是哪一个产品，到底是哪些人在买 ，OK 哦，那你就至少你可以抓出潜在的客群，哦，那你就知道说哦哪些人应该是你要特别要抓住的，那你去行销它哦，那就是会相对是比较容易的，顺水推舟嘛，因为它刚好也需要。那你就刚好提供给他要的东西，那当然彼此间交易应该会蛮愉快的，哦，你千万不要相反，他根本不需要，你一直硬要推给他，他当然就觉得很烦，你这东西我根本不哦，所以找出潜在客群哦，还是需要有一些方法了哦，这个我想请各位试试看。那我们刚刚主要就是试着哦利用。有一个函数哦，叫 test， 所以关键呢，为什么要衍生到这边？其实主要就是，如果你会用 test， 那很多问题就很好解决哦。那另外也补充了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，OK， 那这个表跟这个图哦，其实也相当重要，因为现在大家应该也会比较喜欢看到的还是图像化。哦，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数据
有没有很无序的数据一堆，可能几百万笔，哎，几万笔好了，不要几万，几万笔资料立刻短时间内变成一个易于阅读的一个图表 ，OK， 哎，那该怎么做？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啦，为什么 Excel 大家会这么爱用哦？我在想说，这个光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，这是太棒了吧 ？OK， 如果会用的话，那我很快我就可以自己知道说哪些东西我应该怎么样做决策了，而不会说哦，我还在花很多力气。哦，或者是说可能以前还要靠经验累积，像一些老鸟资深人员才知道哦应该怎么做。但如果你假设没不够资深，但是你其实可以透过大数据分析啦，其实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其实就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相对简，没有那么资料量也许没那么大，但是其实就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基本动作。 OK， 哦，所以请各位哦把刚刚讲的部分稍微熟悉，那一样哦，我会把那个今天上课的影片哦，一样会录制之后放在那个这个 portal 上面哦。如果有些细节哦，你假如不太清楚的话哦，请各位也许试着做做看吧哈。OK， 那另外哦，我是建议就是你那个档案哦，哎，对，档案部分一样把它缴交了哈，缴交到 portal 上去哈。